2019长者生活用品及副具展览会是澳门护老者协会举办的第三届，主要是为了让市民及社会各界增强对长者生活用品以及副具的认识，进而提升长者及护老者的生活质素。今届展览会在展位数量上面亦有所突破，由最初16个展位增加至70个展位，其中展位分6大区，分别是生活用品区、副具区、社会服务区、保健及食品区、综合区和护老资讯及长者服务区。今届展览会亦丰富了体验区的元素及讲座内容，体验区包括高龄模拟体验以及各种健康测试。历时3日的展览节目丰富，包括有专家专题讲座、玩具游戏大比拼、澳门歌手高清歌唱表演等，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本协会 Facebook 和微信，并参与与你同行2019长者生活用品及副具展览会，3月8号、9号、10号，约定你。